郭雪芙热库扫美食街，吃不到男人。这是郭郭，这是 chef chef， 呀，这是郭 chef 郭 chef。哎呦，才几天不见，怎么变了个模样？哦，右边这个才是雪芙啦！呼呼呼！苹果昨天晚上在新英微秀美食街碰到郭雪芙，身为台湾千千万万个女神之一的她，跟女助理来买九层炊，哎，似乎很饿的样子哈，还排队买起了可丽饼。不愧是台湾千千万万个女神之一啊，她立马被粉丝搭讪了起来。哎呀，好兴奋哦，跟台湾千千万万个女神之一合照，实在很开心。哎呀，但甫获得百大性感女星榜首的殊荣，郭雪芙怎么都没有桃花呢？看看别人，想想自己啊，同团千千万万个女神之二的李玉芬都被拍到和邱泽偷偷恋爱了。还没好哦，我们发现 Dreamgirls 代言了 LG 手机，但私底下在用，哎，我在用苹果的 iPhone 呢。看他神情愉悦，讲着电话，急着下楼跑去会谁呀，啊？又是个女人。哎呦，希望下次被我们苹果拍到千千万万个女神之一的 Chef 手上不再是拿电话，而是牵个男人呐，啊。苹果与 Long Line 八卦的奥义就是管理女神千千万万个闲事啊，霸道。